主料肉馅两只，辅料姜、葱、料酒、盐、味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用餐人数1到2人，先将汤蟹洗净肢解，可喝，起油锅，爆香姜蒜，把螃蟹下锅翻炒，待螃蟹变红后，下料酒、盐，适量的水焖一下，熟透后下葱、味精调味，香喷喷的姜葱焗肉蟹出锅了，大家尝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